首先准备一张方形的纸，沿对角线对折。打开，沿另一条对角线对折。然后再打开，将每个角度朝中心折，得到一个正方形。翻转折纸，将每个角再次向中心折，来得到一个更小的方形。接下来的步骤有点复杂，折的时候要仔细。将四个角像这样折，将中间的部分稍微挤压几下，将您的手指放入这些小口袋中，检查一下是否正确。最后，涂上颜色或者写上字，您的折纸就完成了。